大家好，我是炫，今天要来和大家介绍我在美军基地的三餐都在吃什么。现在因为还早，室友都还在休息，所以必须安静的吃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是我们第一餐，早餐。这边每天的早餐其实都差不多。我们的早餐主要有肉、蛋和淀粉，基本上在美国饭店看到的早餐这里都有。平常都吃白饭的我，今天特地选了马铃薯。和松饼，肉类的话，我选了鲑鱼饼。再来是美味的早餐，绝对少不了软幺幺的鸡蛋。最后是自助霸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组合：太阳花籽和蔓越莓干、哈密瓜，还有葡萄柚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拿了一个香蕉、一份优格，还有一份五谷燕麦棒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吃吧。首先是鲑鱼饼，虽然有点柴柴的，但鲑鱼可是真材实料。健康满满，在食堂早餐的肉类啊，通常只有肉饼、培根和香肠，鲑鱼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呢。鸡蛋的话，我们有分短幺幺的 scramble egg 和水煮蛋，通常我都选 scramble egg， 因为我懒得剥蛋壳。scramble egg 是一个不需要怎么嚼的食物，非常适合赶时间时吃。再来是淀粉类，平常除了马铃薯之外，通常还会有糙米饭。松饼和格子松饼可以选，平常我都选糙米饭，但今天想来一点不一样的，所以我选了马铃薯。再来是谷物和水果，首先是蔓越莓和太阳花籽，这两个搭起来真是绝配。哈密瓜，就是哈密瓜。再来是葡萄柚，这可是平日无法吃到的奢侈品呢，不是因为食堂没有，而是平日部队一起吃饭的时候。只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可以吃，难得今天是假日，当然要好好享受充满维他命 C 的葡萄柚。最后是优格，我拿的是芒果口味的，想要被雷到都难。香蕉，在经过部队洗礼之后，我已经掌握最快剥香蕉的方式了。最后剩下的五谷棒，我会留到之后饿的时候当点心吃。除了今天选的之外，在自助吧。他们还会提供燕麦、麦片、各种莓果，以供选择。饮料区的话呢，也有牛奶、巧克力牛奶、苹果汁、葡萄汁、气泡水、运动饮料、咖啡，都可以选择哦。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餐，午餐。今天除了主餐和配菜外，我还从食堂拿了两包多利多滋，一份 cereal。和一块巧克力蛋糕。主餐的话，从淀粉类开始是薯条、糙米饭、蔬菜，我选了红萝卜。蛋白质则是炸鸡。沙拉吧，我是选了葡萄柚、菠菜、番茄、太阳花籽和蔓越莓。水果的话，我挑了李子和香蕉。那我们就开吃吧。首先是菠菜沙拉。因为我不想沾酱，所以直接一口塞是最快的办法。想当初在新训的时候啊，我可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想到如此快速吃沙拉的方法呢。再来是番茄和剩下的落叶，吃完之后沙拉的部分就成功完食了。看了一下时间，离开吃还不到2分钟呢，实在是太佩服自己了。接下来就是主食，我习惯从我最不喜欢的食物吃到我最喜欢的食物，所以首先就是红萝卜。这里的红萝卜很两极，要么是当沙拉一样的生吃，要么是煮得像泥一样入口即化。这里的红萝卜则是后者，很好吞咽，也没有胡萝卜味，好吃。薯条，老实说，这薯条看起来垂头丧气的，吃起来也是差不多这样垂头丧气的，就当普通的马铃薯吃呗。糙米饭，果然身为亚洲人还是离不开饭，光单吃我都觉得比薯条好吃，因为是糙米，吃起来也不容易饿。最后是此餐的主角，炸鸡。是说我本来是很期待这个炸鸡的，但没想到这竟然是辣的。可众所不皆知的是，我其实是不太能吃辣的，但既然都成了，还是不能糟蹋这些食物，硬着头皮也得含泪把它吃光。
我还特地为此和室友借了些牛奶来喝。说实在的，除了辣之外，这炸鸡是真的挺好吃的。在结束了炸鸡之后，我抱着红肿的双唇，开始饭后甜点和水果：太阳花籽、葡萄柚、李子、香蕉，最后是让我非常期待的巧克力蛋糕哦。在荧幕前面的你们一定会问，哎，没想到军队食堂也会提供这些不健康的食物啊。答案是对的，食堂会提供各种食物，但是每个食物都会用三种颜色标记，让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参考。一种是绿色，代表食物很健康，营养价值含量高，可以常吃；一种是黄色，代表不是那么健康，营养价值适中，偶尔吃就好。最后是红色，代表食物本身不健康，也没有什么营养价值，尽量少吃。而这个巧克力蛋糕和炸鸡就是红色的，算是犒赏一周辛劳，给自己的小确幸呗。最后是我们第三餐，晚餐。这餐的点心和饮料，我选了两包多利多滋、蔬菜汁、苹果泥和香蕉。沙拉一样是菠菜和番茄，主餐呢则是红萝卜、番茄炒米饭、鲷鱼排和花椰菜。身为鱼和花椰菜的狂热分子，这可是我今天最期待也最喜欢的一餐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吃。首先是沙拉的菠菜，在我菠菜消失术的面前，轻轻松松就被我解决了。再来是番茄，对，你们可能已经发现，其实我吃东西的时候通常习惯一项吃完再吃一项，并且从最不喜欢的食物吃到我最喜欢的食物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方面的怪癖，放心，你并不孤单。接下来是我期待已久的主菜。首先呢是超好吃的红萝卜、番茄炒米饭，再来是鲷鱼排，这入口即化的肉质真的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啊！除了鲷鱼之外，他们有时候还会有鳕鱼排。说真的，他们的鳕鱼排真的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主餐，肉质鲜嫩也不油腻。最后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花椰菜，不管是白花椰还是绿花椰，只要是花椰都是我的爱。最后的最后，当然要来一杯蔬菜汁来补充水分和纤维素，然后吃一根香蕉来防止运动的时候抽筋。至于多利多滋和苹果泥嘛，则是会等到饿的时候当点心吃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美军一日三餐就介绍到这边。当然，吃的品质每个基地都不太一样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吃免钱的就是爽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